中老年人晚上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还多梦，天没亮啊就早早的醒来了，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睡眠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今天何怡老师给大家分享三个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帮助我们睡眠的动作。不跑不跳，每天晚上睡前你锻炼十分钟，让你一觉到天亮。动作非常简单，一学就会，一练就舒服。大家一定要点赞收藏，每天睡前练习十分钟。第一个动作，我们将我们的大拇指向内扣，一、二、三，要用力，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别小瞧这小动作啊，它有大的作用，大家坚持练习。第二个动作，将我们的四指内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动作，将我们的四指和大拇指同时内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以上三个动作每天睡前十分钟，一个月你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如果你睡眠非常的好了，在评论区里一定要告诉我。看完不要着急划走，点颗红心支持一下，关注何怡老师，不活99谁也不许走。